你爸爸没在家，咱俩吃吧，好不好？有辣椒油我可不能吃。嗯，妈妈你还说咱俩吃，我都没份吃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下次给你准备点不辣的啊。不是，你已经吃了一顿饭了吗？还不饱吗？你这一天得吃几顿呀？吃两顿。你小心吃胖了。俺吃胖的东西啥都不怕。你看俺肚子。嗯，真香。